好意思，谢谢大家。那我又回来了，就是我是台大资工的陈韵农。那今天就是要分享关于在对话上面 context 怎么影响我们的理解。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带来的分享是大概是两个不同 level 的 context， 一个是在句子里面 what level 的 context， 所以我们会分享两种，一种是我们根据我们已知的一些知识，或者是根据现在看到的 observation。那另外一个 context 的 level 是在 sentence 上面，在整个对话里面其实有很多句 sentence， 所以你前面这一句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一句话，所以你整个 conversation 你其实是要每一句话彼此相关，你必须要理解清楚之后你才可以做后面的对话。那刚刚也提过了，对话系统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听到的chatbot， 就是聊天机器人，只是现在这个机器人它是要帮助我们完成一些特定的任务。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非常有名的电影，一个就是钢铁人他的 Jarvis， 他其实就是可以帮助钢铁人 download document 或者是完成比如说开灯或者是修一些零件，那这些就是必须要听懂钢铁人他对他下的指令。那另外一个是大英雄天团里面的杯面，那杯面它一样是有一个很好，它是一个机器人，但它有一个很好的对话系统，它可以理解现在使用者现在有什么需求，然后根据使用者需求，然后提供它跟医疗相关的一些协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有很好的对话系统，在各式各样未来的世界中，我们其实很多领域都可以用对话系统来帮助我们的生活，像我们并没有办法每天只要一有一点感冒就马上冲去大医院看医生，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杯面的话，那它可以及时提供我们一些医疗上面的帮助。那刚刚说过了，第一种 level 的 context 是在 what level 上面，所以你可以看这两个例子，如果我现在想要找 flight， 然后这个 flight 是 Seattle to San Francisco， 我知道这个 Seattle 是起点， San Francisco 是终点，原因是因为我已经学过了英文，我知道 from 跟 to本来后面就会接起点跟终点，所以一个这个 context 它是从我们原本就有的这些语言上面的知识来的。那另外一个是 collocative word， 比如说 Apple 跟 BlackBerry， 我们都知道这两个字它一个就是苹果，一个就是黑莓嘛，但是它在这个句子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有可能是水果，它也有可能是tech company， 那如果我们要根据它的 context 才可以决定它实际上的意思，那就会跟前面不是因为语言的不同，而是因为我们看到它左右出现了不同的字。那我们会希望能够从这些 context 当中理解，让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义。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对话当中，如果一个使用者他说了一个 query， 他说他想要找一些movie， 然后这个周末要看，那我们理解他想要的那一些 intent 之后，对话系统的这个 robot 就是这个 chatbot， 它就会回应说，哎，现在有什么好看的 movie 可以推荐给他。那在这样子的系统当中，如果有一句话错误的理解，那后面系统的 performance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分析后面的对话系统它的 performance 会不会因为前面某一句话理解错误而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第一个 work 就是根据这一句话，我们要怎么利用 from 跟 to 这种 prior knowledge 来帮助我们做 understanding 呢？那很简单，我们在语言学上面就可以把这个句话变成这种树状的结构，那这是两种不同的 parsing 的方式。那这两个 parsing 方式有什么好呢？如果我们把这一句话变成树状的结构的话，在树状结构上面只有两个 pass 是重要的，像是这一个例子的话，只有这个 pass 跟这个 pass 是重要的，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个飞机是要从西雅图到 San Francisco。 那这个例子也是一样，只有第三个 pass 跟第四个 pass 其实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学了一个 model， 把这个 pass 的资讯放在 memory 里面，虽然那边看起来很复杂，但概念上就是每一个 memory 都存一个 pass 的资讯，让它自动去学哪一些之前的 knowledge 是比较重要的，让它在这一个 memory 里面去做 attention， 然后把它拿出来。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我们的 model 可以自动选到那一些重要的 substructure， 所以当你训练一个
如果你用了所有的 training data 去训练，这个是你的training data， 它可能会学到我要在哪一些重要的字跟它重要的关系上面放比较重要的 attention， 颜色越深代表它 focus 它越多。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多的 training data， 我们用刚刚那样子的模型，它可以从之前的 prior knowledge 里面学到一些重点，所以就算用比较少的 training data， 我还是有非常类似的这种 attention。 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如果我们的 training data 没有像 Google 一样那么多，那我们还是可以做成不错的 performance， 因为我们可以用到之前的 knowledge。所以我们这个 work 就显示了，如果我们可以用之前的一些 linguistic 上面的 knowledge， 我们可以有一些更好的表现。那第二个 contest 就是根据 observation， 那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就是最近其实非常在 NLP 领域非常有名的就是 word embedding， 它的概念就是每一个 word 都可以被表示成一个向量。那这个向量它会有向量跟向量之间的关系，就代表word跟word之间语义上面的连结。可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例子里面都有 apple 这个字，但是它们是截然不同的意思。第一个 apple 是代表是 apple company 苹果公司，那第二个 apple 代表是真正的水果。所以你把这两个 apple 都用同一个向量来表示，那是不是后面其实就会有一点点怪怪的？如果你要去做后面的语义理解，或者是后面的词性分析等等，你错误的用了不同的向量，可能就会造成一些错误的结果。所以我们会希望能够自动学到不只是 word embedding， 而是 sense level 的 embedding。 那这里我们就希望这个 task 是可以 unsupervised 做到，因为 word embedding 它就是 unsupervised 做到。 unsupervised 意思就是你只要给它很多很多很多文字文章，它就可以 自己去学哪一个 word 它里面可能包含哪一些 sense。所以概念上就是我有一个这个句子，在这个句子里面我对于每一个 word 都要去决定它是哪一个 sense， 我去做 sense selection， 之后再对于 select 出来的 sense 去学它对应的 embedding。 机制大概是这样子。那实际上要怎么样学其实是有点复杂，这个 model 概念就是我 sample 两个 collocated 的字，然后这两个字都会去决定它的 sense。那这个 sense 的决定方式其实可以用有点像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的方法去做一个 decision。 那决定了这个 sense 之后，这两个选出来的 sense 我们会求他们的 collocated likelihood。 所以这两个 sense 如果越容易从一起出现，他们就应该有比较高的 likelihood， 所以这个分数就会 return 回去，让它来 update 我们选择的这一个 model。 所以你看这个例子，如果 Apple 跟 BlackBerry 他们同时都被选成 tech company， 他们的 reward 才会高。那如果他们被 同时选择水果，他有可能 reward 也会高。可是你在 Apple 跟前面这个 smartphone， 一个选的水果，一个是 smartphone， 那它的 collocated likelihood 就会低。所以我们就可以学到这两个应该都要选择成 tech company 的 sense。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我们 performance 就比之前所有非常强的 Stanford 的 paper 都还来得更高。那这里有一个学出来的例子，比如说在这个 context 下面，这个 tie 它的意思其实是分数 tie 在一起，就是相近。那这个 tie 的意思其实是领带，我们可以自动学出这个 tie 跟这个 tie 它的 sense 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它对它旁边跟它相近那些字，像这些字，它会发现六比六、三比三、七比七这种。那跟这个 tie 相近的字会有 pants、shirt 这些字。那同样 ，BlackBerry 也是有相似的例子。那这是另外一个例子，是 head 这个是子弹头的 head， 那这个是真正的头，那这个应该是一个类似领袖的一个 head 的意思。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学出来的这一个 sense 的 vector， 他们相关的这些字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后来有把它衍生到双语上面，所以双语上面我们现在就是正在进行的一个 research。 那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 dialogue 上面的 context。那在 dialogue 上面，我们的 context 要怎么去进行呢？ dialogue 就是使用者他会说一句话，然后 agent 是要想办法得到一个 action， 回应一个 action 给 user， 那希望可以 maximize 最后的 reward， 就是希望能够帮他订到正确的票。所以我们一样用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的方式来做。我现在要加速一下。那我们的做法其实是里面的每一个 component，
都是先 supervise 劝好，然后最后接起来的时候，这个 policy 的 learning 的 model 是要 end to end 的去劝。那这样子，在整个对话下面，它才会每一个 component 的 performance 会越来越好，才不会因为前面的 component 出现一个错误，会影响到后面整个对话的互动。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最后训练出来的结果。这个是一样的 user goal， 他就是要买这个电影票。那原本的 agent 他可能会不知道哪一些问题是需要被 skip 掉，所以他就会问了很多不太重要的问题。但是经过跟他互动多次以后，他可以成功的知道哪一些问题应该 skip 掉，所以最后的 performance 就可以在比较快速的情况下帮他订到一样的票。那当然，另外一个例子，这边非常的聪明，原本的方式他说7:15，但他最后听成7:50，所以他最后其实是订错票了。可是我们的 agent 经过互动之后，跟他学了之后，他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适时的跟他 confirm 资讯有没有正确，所以呢，他也会有比较好的 robustness。 最后我们还做了一些 human evaluation， 让 human 去跟现在训练好的这一个 reinforcement learning based 的 agent 去互动，然后跟原本的 rule base 比较起来，他们的成功率上升了非常多。这个是reinforcement learning based agent， 那他们的 user 还 rating 了他是不是够自然，跟他的 coherence 怎么样。那最后我们看到 reinforcement learning based agent 他其实 performance 都是比 rule based 来得更好的。所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就是在 word level 跟 sentence level， 你的 context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希望能够利用之前已经学到一些 knowledge，然后也同时使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资讯。那最后在 sentence level， 我们希望能够考虑前后句子上面是不是有错误，我们是不是能够及时 recover， 然后在整个对话上面可以有很好的 performance。 好，那现在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待会都可以找我聊聊。